Hola. We were young and we were free and running. Never bothered about what could be. 我们要离开马德里了，跟我们住这间饭店说拜拜。안녕。But I'm not Korean， 我不是韩国人呐。啊，这间饭店除了交通真的很便利之外，大概也没什么好的。啊，还有啦，它真的比较便宜一点点。今天是我们在西班牙的一二三第四天，在前面的 vlog 里面带大家看了西班牙的市区，在上一集的 vlog 我们去了阿维拉、阿维拉、塞格维亚、塞格维亚，今天我们一样来到了马德里的近郊，来到托雷多古城。托雷多古城在中世纪的时候是西班牙的首都，在西元六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建制，今时今日似乎保留得非常好，被指定为世界遗产。哎，我们这一次好像看到蛮多世界遗产的哈，但首先我们要先 check in 一下。哎，终于像饭店了，比较像的。好悠闲哦，超悠闲，而且我们终于住到饭店了，这个真的是饭店，空间感够大，舒服的双人床，卫浴是干湿分离的，有浴缸，重点是它还有自己的阳台，在阳台这边可以看到整个托雷多古城，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景，现在就是享受这微风、蓝天白云，还有鸟叫，这是我们 这一趟旅程当中目前为止最悠闲的时刻。这画面真的很不真实。对，画面太不真实了。那我们今天可以就这样结束了吗？就这样坐在这里坐一整个下午，坐到晚上吃饭一样。我现在就快饿死了。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在托雷多古城旁边的圣马丁桥，然后旁边的这个河是他们的护城河。哎，跟新竹的护城河有差呢。里面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托雷多古城，入城咯。我们要来跟托雷多古城说拜拜，拜拜啊！不想拜拜，不想拜，真的很漂亮。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跳这种舞，拍照回去啊！我们回去欣赏这里的夜景好了。家乡味是不是？哎，你要来给大家看看你在吃什么？小时光面馆，泡面。我们带泡面来真的有用哎，因为不知道吃什么，对，吃来吃去就是披萨、吐司、面包，住在山上又不知道去哪里吃，所以就吃泡面了。今天的托雷多之旅感觉如何？你喜欢吗？托雷多？喜欢。很漂亮哦，即使你不知道太多的历史，但是走在里面就是很舒服，感觉一直被历史充满。会不会有人以为我们在业配泡面啊？应该不会吧。难吃，这样就不像业配了吧。
早安，应该叫做 Buenos Dias， Buenos Dias， 应该是。我们今天订的饭店的早餐，11欧的 buffet， 省去我们去外面找早餐的时间，因为这里毕竟是山城，我觉得早餐非常的丰盛，集合了所有我爱吃的东西，炒蛋、可颂、巧克力可颂、培根，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之前在马德里吃的西班牙油条，全部都是我爱吃的，太棒了。我们错过了我们的高铁时间，确定不能换票，80几欧飞走了，还要花130欧重新买张票。One person shot in the car number 16, another in car number 18, but if the last place is in this train. Oh, the only two places in this train. 要分开坐，因为只剩这个。啊？超便宜。没有，也不会便宜。现在只剩两个位置。那也没办法。OK, I'll take that.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原本应该要在1点钟换车，然后2点钟搭高铁从马德里前往巴塞罗那，但是到市区的时候就狂塞车，然后我们又要找加油站，一直找不到加油站。我用 Siri 叫他帮我找最近的加油站，他带我去一条超级小的巷子，然后根本就没有加油站，然后最后我就直接去还车，因为担心来不及。那还车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加油，我们开了半桶的油，所以被 charge 了76.73欧元，折合成台币大概是2762。更恐怖的就是，我们赶不上我们的高铁，这边问那边问，从1楼跑到2楼，跑到1楼，最后确认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更换票的，因为我们买的是优惠票，所以等于我们之前买的那个票就没有用了，还要再重新再买多2张票，而且现在都没有票了，一直要到晚上7点钟才有票。这2张票我们花了9500块台币，所以我们总共损失了12262块。两个人，这个学费太贵了，付不起。现在整个旅游的心情完全都被影响了。心情调试回来了，是不是？隔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心情调试回来了。我们现在在火车站里面等，6点钟我们就可以 check in 了，7点的火车。好啦，我们还有几天要玩，还是要把心情调试回来，因为事实已经发生了，也只能够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对，还好我们今天没有排其他行程，只是 vlog 会很空虚而已。好啦，大概是这样子啦。他的心情恢复，我的心情就恢复了啦。正式前往巴塞隆纳。走，我们去搭捷运，在哪里呀？Hello. Sorry for being late. I'm sorry. Okay. Nice to meet you. It's not always a sign. Oh, it's gonna be a good day when I see you coming down the road. 没错，我们又在吃泡面了，因为我们真的没钱了，多烧10000多块。好啦，今天的 vlog 没有什么内容，我知道，但是下一集的 vlog 就会有内容了。
怕大家看太腻，我们总是要有一些平淡的东西，不能够一直都教堂啊古城。下一集的 vlog 就会是我们在巴塞罗那探索的日子，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艾文的生活记录频道的话，记得订阅，旁边的铃铛给按下去。如果有朋友喜欢的话，欢迎分享给他们。事事顺心，天天开心，不要迟到。对，不要迟到，迟到是个不好的习惯。代价超大，超级无敌大。好啦，就这样子，拜。不知道会不会跟那时候出来一样，一直在后面啊，在这里啦，靠呀，圣家堂，整个建筑就浮夸到不行。